家好，我叫张庆展，今天我介绍的歌曲是 Disco Baroque。 Disco Baroque 是英国作曲家 Adam Bullock 20世纪作品，这首歌富有很强的 Disco 节奏和巴洛克风格的和声进行，速度偏快，必须保持歌曲的流畅性和律动性，需要注意触键及力度的把握，以及乐句的处理。Thank you.